螺，这是谁养的？你有没有帮忙插秧？有没有？田里好不好玩？啊，你的鱿鱼丝到地上去了。你有没有帮忙插秧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你有没有？啊，你刚刚在铲那个，对不对？他是你弟弟吗？不是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。你抓得了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哟！下次要不要再来？好玩，好玩哟！有一个那个，我说那个一个水，那个刚喝的那个水。嗯，一直抢你的鱿鱼丝吗？不是，他说那个鱿鱼丝，他说他把拿来煮一煮来吃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要吃吗？不敢吃了，是活着的，就可是炒一炒它就死了啊！不敢，对啊，你有常常到田里来玩吗？有呀，你家这住这附近呀？是啊，不是啊，你住哪里？住水源地。啊？水源地。水源地哦。啊，你现在几岁？五岁呀。啊，你刚刚有下田吗？有啊，有还有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谢谢。喜欢吗？那你讲未使休困，你唔信？我休出。你讲你笑，你笑死人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喜欢吗？我怪哦，这大声，你敢讲唔敢？有啊，有录到。有。哈哈哈！阿辉，你怎么哦？啊！下去啦，你下去啦！下海吧！杨大哥，你还开手牌嘞？对啊。是讲应该是安尼，你帮我开块台车，我手牌我开。脸盆都要把稻苗压死了，拖回来。我们在田里洗。
到水里了。哈哈，拍到你跌倒了。我拍到你两次跌倒。你刚有假动作。哈，踩死了啦，那个踩死了。哈哈，坐到屁股了。你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插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记得有踏裸照啊。啊，这样插秧会不会累？你要不要下来插？把你逼死。那你下一次还不要再来？这无理就跟你爸爸出车祸死掉，你会不会难过？我想一下，枣子好吃吗？